石像的话就给我，往那边走了。算你识相，瞎编邪教。在，我们走。 祥云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不忍心看见我有心被之忧的。嗯，一定是这样。告辞。哎，你站住！啊啊，去哪儿啊？祥云，下凡前你是怎么答应本公主的？ 什么精妙设计，什么时钟如意，我眼巴巴的看着你这次左边是出空仙君，右边是休明殿下，你给我安排的是起台位吧？哎呀，上次确实是先算不如天算，出了一些小的纰漏，但我发誓，这次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有我的好朋友李天王的项上人头做担保，一定把你和出空仙君牵在一起。嗯，嘿嘿，不必了。 爱情这种东西啊，还是得经历过才能知道。就算出空，他再威风凛凛，也不如我们紫辉提心贴己。我们紫辉，也算是你做了一桩好事吧。哎，不过说到底，这颗女娲石本来就是我的，我现在只是重新把它拿回来。从此我们互不相欠。紫辉是那颗女娲石？你眼瞎吗？这世间还有几颗紫色的女娲石啊？ 那就恭喜殷实公主了。没想到这阴差阳错之间，稀里糊涂的竟然促成了一段佳缘。<笑>勉强敬你一躬吧。<笑>哎，等等，您让小仙算算啊。您以女娲石签下了这段亲缘，然后又回到了您手里。那小仙这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？我怎么感觉赔了夫人？ 又遮冰了呢。谁是你夫人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！殷实公主，您别激动，小仙就只是个比喻，这紫辉还是公主您的。你若敢惦记紫辉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你要饶不了谁啊？哟。